Hello， 我是 Lucky。今次我哋介绍嘅系基路亚嘅编成啊。Hunter Hunter 把星角色暗杀一族嘅精英基路亚，今次点玩呢？喺讲编成之前，先介绍翻只角色先。首先听一听变身前嘅语音，睇下点先。系，俺の勝ち。OK， 我赢咗啦。第一段之后咧，这个语音系。いい実験になる。いい実験になる，应该系个唔错嘅实验啊。然后第三段咪第二段变身，压倒个初动 killer 啊！呢一个魔好型棍子啊，切破战拉疾风迅雷型到好。咁呢一只嘢系两段变身重啦，变身后觉醒系双十师双腰贯通嘅。虽然个人认为腰同贯通目前嘅相性唔系好啱啊，即系假如系三十师嘅话咧，就完美好多啦。而技能方面是一 CD 技的三色阵剑五倍攻全队光暗熟的，只是开完技之后是会变回做开始的版本，就是这个版本，所以变成是变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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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 loop、okay? 而变身二段是四 c 加算的，轻减方面是 6% 加上轻减 3%， 计算条数大概是成 74%、这个数值都是逼近翻击减盾，所以坦度方面是高的，四师加算兼追打都正，所以今次编成是怎样呢？等等就是这样了，同麦猛虎的编成啊，简单介绍一下先。首先队长暗天启者，76把面的表表者啦，咁继承是这一把，近期的大热奥丁武装 SB 双血强化，加上个加速技。第二位是真队长麦猛虎啦，我见啲人 comment 话呢只系唐伯虎，笑死。咁一段变身。变身之后是激减盾，并且三 C 咪三 CD 咧有个贯通技嘅都唔错啦。潜个潜翻个解消珠 ，OK。再下一位就是巴兰啦，暗妖字队嘅必备角色巴兰，咁继承系呢一把四连龙嘅武装 ，OK。Next one 都系巴兰啦，今次继承系呢一把五条老师武装防风跳用嘅，而再下一位是你啦。水晶精王啊，今次系用翻个十年龙，而本体方面主用翻个解消珠解觉醒啦。但我谂水晶精王转翻做邪魔，耐性好似好啲啊，系啦，靓嘅。而另一边基路亚系用翻个邪魔掉落房啊，继承系呢一把控和龙嘅武装 ，SB 加三个血强化。OK， 编成就咁啦。挥春方面挥翻个血强化啦，当然地。而耐性方面是除了暗眼镜之外呢，其他全齐的都依唔系 L 字都冇。好，队伍情报方面大概系咁啦。而 skin 珠加用翻今次 killer 嘅 skin 啦，呢个 hunter hunter 暗珠基路亚好正呢个。好，今次我哋打边关呢？答案就系呢一关啦，神秘次元嘅顶关，零次元之创造主。好，咁六个系列咧全齐嘅。今次我哋就试一试基路亚究竟可唔可以成功挑战零次元呢 ？Go go！ OK， 学基路亚话斋 ，Easy Canyon 好嘅实验啊 ，ready 噶啦。首先，基路仔变身先，系，我赢咗啦，然后开翻个十年龙先啦。好，十年龙先，加埋个奥丁龙。OK， 呢一回合就转翻十师啊，理所当然噶啦，咪转翻 U 字先啱。咁差唔多啦，都转齐版面啦。好，睇下呢个火力之下嘅攻击力如何啦，都系秒晒嘅。OK， 火力方面系唔担心啊。第二关。嗱，咁呢一关咧，我哋有两招技嘅，老师技威吓技又得，基路亚嘅威吓技又得。今次开翻基路亚定开翻老师好咧？开翻基路亚啦，今次。基路亚，听下把语音啊嘛。呢一回合就秒啦，咁差唔多啦嘛。转翻晒靓版面，好版面系13 combo 14 combo。密码库系未变身嘅，呢个火力出先打到半血以下啦。OK， 再嚟唐伯虎变身先，唐伯虎
下一下就呢度可以直接铲落去噶咯。既然系咁嘅话，就唔客气啦。咁住完唐伯虎之后咧，我哋要喺马前14C 先有个激减盾啊，所以 combo 一定唔可以少啊。不过好彩 Killer 呢一个回合系即系呢一个形态系4C 加全，合共系24C、26C。天降放题白痴啊！天降咁明显嘅咩？咪咁啊咁正嘅咩？两色天降好放题下喎。好，最后一关减手指。OK， 呢一回合我谂巴人技都要开啦，再唔开都变废技。咁其实老师技开开先，开完技之后，我哋开开 Kilo 牙啦，好唔好啊？听听把声先。嚟啦 ，ready 啦！第二段变身，是不进来 ，OK， 然后变翻一段，好，几有趣嘅玩法。然后呢一度就再，哇，六秒时间，快快，咪加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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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好速转一次。今日喺4C 加算之下，14C 系冇问题嘅，好。OK， 再嚟啊！唉，争少少，不如六秒咧系难转啲。好，临尾开翻个天际者先，解解翻只手指先啦，咁鬼烦系嘛？解完手指之后，我哋可以喺26秒之间咧转翻个靓仔版面嘅，咁啊差唔多啦。好，完美版面近乎啦，都转齐晒啦。OK， 剩翻两只，咦唔系，剩翻三只喎。咁嘅话就技能都唔使开住嘅，我谂都够力啩，试一试啦。呢份变唔到咧，我哋都有缓冲嘅时间，所以就唔担心呢一刻。咁咧，好14C确保解放宇宙，再嚟啊！解放宇宙版面方面就唔够猪啦，我谂呢一回合咧要开技啦，开翻个麦马夫技先，冇悭呢啲时候咧，千祈冇悭，呢度悭咧系冇意思啊！千祈冇人次嘅呢一回合，即系呢啲时候。好，转翻个超大力版面，700几倍之下都系顶攻晒噶啦。OK， 第四关啦，系破伤级嘅关卡啦。呢度系解烧珠无效嘅。好，我哋开翻个破伤级先啊。四连龙嘅破伤级。开先，再开埋麦猛虎技。OK， 咁呢一回合咧就尝试下秒啦。哇，咁啊，咁啦，唉，争一寸光啊！呢下我衰，睇漏咗眼，唉，眼尾查唔到，都系700倍火力。呢个火力够唔够咧？够唔够咧？系够嘅，放心。OK， 下一关，第五关啦。第五关呢三只嘢点做呢个位？果然地又系你啦，伊杰肯尼纳勒阿基鲁阿嚟啦，威吓几正啊！哇，呢个威吓几正呢个，道中救我几命都唔定，可能会好呢一回合先 target 翻中间先，而版面呢个时候咧，啲猪系好鬼差嘅，所以就咁啦，冇计啦。200几倍喺版面猪唔够之下，唯有系呢个火力噶啦。OK， 中间呢只未射得去，衰嘢。版面方面都唔够猪添，我哋唯有提前开开天际者技啦。冇计啦，因为今次嘅版面唔靓咧，一定要开技噶啦。该唔该？靓嘅，咁啦，都喺限时之间转翻个靓版面。
确保翻中间同埋右边嗰只死咗先。系啦，整死呢两边先。咁木猛虎有技啦，呢一弯可以开翻。呢一回合木猛虎技，咁就成件事顺畅翻啦。呼！算是鬆一口氣了，看看先這樣吧。哇，完美版面，各位真心完美版面，一千倍之下，一千倍啊，一定死的了。 OK， next next 第六關中層 boss 啦。中層 boss 關卡呢只系有贯通嘅，我谂要喺慢慢虎技有之前咧，都要磨一磨啦。不过好彩喺基鲁亚嘅第二段四师假算之下咧，版面可以轻松转到十四师以上嘅。OK， 第一下 ，OK， 再嚟。咁版面见到 combo 系唔好够啊，呢度要小心啲啦。咁啦，够唔够咧？都惊唔够。OK， 版面16 combo 都够嘅，轻松再顶，然后慢慢飞有机，呢一弯可以秒啦。琴猛虎，猛虎嘅猎爪，呢一回合就嚟了啦。哇哇死呀！啊，我呢下我又临尾冲脑充血啊，傻猪咗添。版面三百几倍，我谂就够唔够咧，都够嘅。呼，下一关，第七关。OK， 今次系抽木脚青龙换士。好，版面够猪都唔使开技住，都够猪啩？我谂两寸光 two way 嘅话，系啦，十七 combo 都够嘅。只要唔斷息咧，就萬事 OK。但 even 斷息咧，都可以開翻個巴蘭技天啟正呢一啲嚟救命。慢慢虎下彎有技，呢一回合都係頂一頂先。我諗只要轉翻光暗燒咧，十四師係唔難搞掂嘅。OK， 再嚟，仲可以頂到啊！再錯下技先。哇！天降咁靓啊，天降一寸，咁有机会打到半血以下都系啦，半血以下啦。嗱，咁呢一回合咧，呢一弯咧，有吸收同埋全板阵，焗住开技啦，开基路亚定开巴兰咧？我个人建议开基路亚嘅，毕竟仲系早期，我哋就唔使咁悭技住。好，切布战拉又嚟啦！切布战拉，中二病发作紧，唔好意思。大镬，呢一度好似，喂，好啲，好似好差喎、啊，呢一度转得好差喎、啊，五寸腰啫，啊，虽然我谂都够力嘅五寸腰，只系呢下我系对自己唔满意，得五寸腰，先秒你先，再 move 去下一关第八关。哇！呢、這个死嘢，版面唔够猪，我谂开木猛虎技好似好啲。木猛虎技咧，但开完技够唔够秒咧？应该话够唔够 combo 咧？可能唔够都唔定，算啦，开巴兰算啦。我哋冇悭技，真系冇悭技，一悭咧就输噶啦。好，哇！喺两师加算之下咧，加算明显少好多啊！十六师呢个火力，哇！一枪秒，好噃，记录啊！今次叻仔啊！下一关抽呢个青契，个贯通无效啦，加埋转转转啦。贯通无效嘅话，我哋可以先打一串嘅，先打一波嘅可以。
试下啦，先打波先，开翻个木猛虎技。但呢一度要好小心啊，因为假如转唔够 combo 咧，就要 GG 噶啦。好咁啦，哇呢下好彩天降啊！白痴，我啱啱睇错位啊！吓、啊，眼残到咁啊 ！Ability 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嘅喂，好，再嚟第二下。讲真，呢一关冇乜信心可以转到喺两师加算情况之下转到十四师，所以我决定开翻个十年龙加速技，然后基努亚变身，再加埋猛虎嘅技嘅话咧，有冇机会秒佢咧？呢一层试一试啦。一关秒佢啦，试一试可唔可以啦？好咁啦，版面方面500几倍够啦啩，500几倍，呼搞掂，清契有一只。第十关抽呢只嘢，转珠教学嘅天降，哇！你搞走啲天降啊，老细，要咁搞法，我系焗住开技噶咯，衰仔啊！啊，都要去噶啦，一定要去噶啦呢啲。十步进来，去啦，知道啊？呢度我哋放胆转啦。转到个锁啦，唯有咁啦，顶晒啦，冇其他噶啦，转到最一进嘅啦。画面15、16、17C，好一夜打到根正，你啦，转珠教学明星啊，有个明星，然后好试一试通过呢个试炼啦。角色无效，越过咗嚟啦，光暗传销两色嘅话，我谂系轻松嘅。画面5秒时间，哇！真啲炒车咁啦，轻松嘢嚟嘅啫，两色嘅画面。OK， 加翻速靓嘅记录啊，又开技啦。我呢个冇仙仔嘛，呢、這个唔好吓我喂，好惊我喂，冇仙仔啊嘛，呢个。OK， 但系全版变晒心咧，都要开技嘅，开翻巴兰几回合秒啦，去啦巴兰，冇嘢刺激咯。好，版面靓嘅唔该，都 OK 嘅，都 not bad 嘅版面，都有四寸嘅，四寸嘅话我谂够秒啦啩，四寸嘅话，试一试咯唯有。OK， 版面是的确四寸的，看点啦，四寸之下，好廿丝都是够秒的。OK， 放心。然后第十二关啦，抽边只呢？抽呢一只，我谂仙仔唔会死啩，我谂唔会死啩，仙仔吓鬼死我，真系。吓到我心都嚟一嚟，好呢一回合版面暗炎大放题，点算呢？放心，基路仔经已系准备晒啦，喂下技先，热接 Kenner， 仲同你玩啊！然后呢一回合轻转下先 ，OK， 暗炎珠全走，再开翻巴兰技咧，万事 OK， 万事稳阵，靓嘅唔该版面，靓嘅唔该，版面一睇先。二四四 ，OK， 够嘅5寸，好5寸之下一定可以秒啦，放心各位。有正算师做担保咧，一定 OK 嘅。
湿，哇，天国红添，咁啊再见啦，啊呢、這个天平神，唔好意思啦，拜拜，呢叫咩啊？平神，好十三关，臭变者咧又格啊啊又格啊，又格都系唔嘢少噶吓，都几烦下嘅可以话，我个人认为可以直接离了啦，来吧，猛虎，好。而主版面是怎搞呢，就是一个问题了。哇，又转了傻下傻下，唉，白痴仔。唉，这样的话又希望打到半血以下都不得了。这样呢，啊，又连埋，又添我玩我呢，嗯。好了，14 combo 有啫，冇我又死了。大获半血以下添。心珠试唔到，然后转转转 ，OK， 呢度都仲顶到嘅。到安全起见咧，开翻个血晶王先，系啦，解翻啲珠先，费事炒车啦。哇，咁快完咩手指？咁样都九十五 combo 都 OK 嘅。呼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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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劲惊死哟！呢度我哋唔担心，先开翻基路亚技先。石夫千赖加埋王猛虎，临尾一下就系你啦。奥丁技加速，满晒技估唔到。叮叮，加翻速先。好，呢一回合我谂就算系即系减手指之下咧，我谂都系秒嘅。咁啦，哇！呢下又衰一个暗，又炒一串暗呢下衰，但系版面点都妙噶啦，所以就还好啦。再见，有家 boss 啦 ，boss， 呼，就系呢一只啦，滑动嘅行星，好，有个 assist 无效啦。首先我哋做嘅系密码虎技。开先，然后转一转，转翻个十字先，起码三寸十字啊，可以嘅话转翻晒十字就最好啦。可以嘅话，四寸啦，因为四寸系冇黐埋嘅。OK， 解翻晒先，唔谂噶啦。这个 boss BGM 咧都几亢奋，都几正。好，是打不入的三，咁唔使惊啊，照佢啦，得噶啦，佢已经系心里有数噶啦，放心啦，我谂法嘅，转翻先 ，OK， 十五 combo， 今次入到你啦，二啦，呢一回合开翻个猛虎先，猛虎，佢啦猛虎。呢度哦，直接嚟了啦，都唔使话咩悭技啦，都唔使话咩流力噶啦。睇先咁啦，好唔好啊？都转齐晒啦，哇！又争一寸光，死嘢！唉，似临尾先见到，阿尾杀唔到七百几倍，本身系千几倍啊！呢下衰，好喂。咁快秒咩？喂，谂住玩多两弯噶，死嘢！好啦，既然秒咗先，都冇办法啦。本身系谂住等佢完咗威下技嗰下咧，咪完咗个盾嗰下咧，开开威下技嘅基鲁亚，点知开唔着。好啦，咁呢弯先开啦。好，呢度开始咧就系漫长嘅。睡嘅时间，85% 呢下试一试力先，睇一睇麦猛虎开完技之后力系点先。今次转好啲啊，唔该你，甩佢甩佢，怕你。
而我只求紧自己。咁啊，转就转晒啦，但系版面唔系好靓，都系一个五百倍嘅火力。好，中间呢个位置。串死人火啊！真系断唔到木计，尽晒啦呢度。OK 22呢个火力 ，OK 差唔多啦。下一回合系50% 盾，一定要秒啦。呢弯唔秒咧就会输啦我哋。好咁秒嘅话咧都唔好悭技啦，各位直接开翻个慢慢苦技秒啦。毕竟呢时候悭技咧对我哋冇咩好处。哇！啊，呢一回合又系揸串揸粒嘢，少咗串 two way 添。不过算啦，我谂呢个火力都系秒噶啦。好，27 combo 之下再见。好 ，boss 啦，零次元嘅创造主，基佬啊，算唔错啦，真系今次开直铲到你啊，见 boss 咧，你好叻仔噶啦，已经，你好唔错啦 ，well done 噶啦。接下嚟就啊，就加油啦！唯有睇下先呢一回合，我哋嘅老师技未凑好，要凑一凑嘅。O K， 哇！啲特效好癫下喎，啲特效。然后版面冇心珠嘅时候，方法有两个嘅。开巴兰又得，即系左边巴兰啦，右边冇开啊。或者开翻个天启者又得，必要时候先开翻个咩啦，叫 Kilua 啦，但就唔好建议嘅。今次我哋开天启者啦。OK， 都系啦，呢啲时候咧就唔好有悭技嘅谂法啦。咁啦，都转得差唔多啦。好，画面18C， 心珠都够，仲顶到。仲有五回合，四回合，再四回合啊！我谂四回合入面开开潮转一转，同白虎 OK 啩，我谂试一试啦。毕竟想试一试火力啊，各位。嚟啦，咁好似都 OK 啩，我谂转得唔系咁好，不过时间咧，不过都转齐噶啦，23 combo， OK 一下，大概 15% 到啦，转，哇！我粒暗，我冇转粒暗咩？咁白痴啊！有冇天降啊？未？唉，做乜又系衰字嘅炒车？好啦，咁今次嘅试玩就到呢度先啦。但我谂各位都充分见到基佬话同埋麦马夫嘅相性系几咁啱啦。只系转呢一对咧系太花神啦，14C 先有轻减咧，你系要转到劲集中咧，人都癫埋啊，手震埋。总之啊，转到好攰啦，所以就今次就差唔多啦。我谂假如开潮上收翻少少嘅话咧，即系唔好14C、12C 都好啊，都会好玩啲。14C 啊，真系想死。但基佬今次我系好满意嘅，成个玩法系首先变身前嘅威吓技咧，道中方面都救咗几命，见到
即系前面可以用，道中可以用，后层都可以用，威吓技系一流啊！而最正系第二阶段嘅四师加算啦，喺四combo加算之下，完全助攻翻麦猛虎嘅，只系麦猛虎太唔争气啊，太过难用啦。假如唔系嘅话咧，基路亚应该有更加好嘅未来都唔定。希望之后有啲劲啲嘅队长啦，要用啲啦，最好系光暗嘅光暗嘅朱绿啦。咁嘅话，我谂大家都会易玩啲嘅。好，今次系辛苦你啦，基路亚，今次系变得唔错。非常之抵赞啊！是普金奈系啦，呢下正啊！今次都开唔少次嘅，每一次都可以秒好正招技。OK， 今次嘅编程就到呢一度先。咁中意条片嘅，希望俾个 like 同埋订阅我啦。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